刚刚从台下走上来，大概花了二十几秒钟的时间吧。我比较喊慢，慢慢走，走了二十一年，慢慢的也走上来了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在我们颁奖之前，我真的要先恭喜俊谦，因为他来自香港，然后第一次参演台湾的电视剧，就入围了这一届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。为他掌声鼓励好吗？恭喜恭喜！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博宏，也谢谢金钟奖的评审们对我的肯定。很开心可以让我跟博宏一起来颁奖。博宏。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拍那个《此时此刻》，我们因为要演一对好朋友，对，然后私底下有很多的交流，对，很常聊天了，对，然后你也教了我很多关于台湾的文化，哦，比如说，嘿、hey ，比如说，嘿、hey ，我说，比如说，嘿、hey ，哦，我知道你是说台湾人很喜欢讲嘿，嘿、hey。那还有嘞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俊谦。哇，感谢，这个很厉害，因为我完全不会讲你名字的台语。哦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就台湾比较少，对，比较少听到。你呢？到你了，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也有教你用广东话讲你的名字，对吗？有，怎么讲？大家好，我是林炮王。非常的标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俊谦，和你拍此时此刻，收获真的很多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今天是要来颁发戏剧节目的最佳男配角，一起来看看入围的有。戏剧节目男配角奖，入围的有。李李仁，华丽计程车行，巧克科技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。彭千佑，不良执念清除师，良人行影业有限公司。女朋友是什么意思？女朋友就是女朋友。杨明威，此时此刻，白玉数码创意股份有限公司。爸妈对我那么好。郑元畅、郑赠腾，有生之年，联立媒体股份有限公司。罗宏正，客家前面曲唱，西门的双重呢，客家天师台。好紧张哦，我也很紧张。那我来喽。好，喜剧节目。最佳男配角得奖的是郑元畅，有生之年，恭喜恭喜！身为养子，却更胜长子，精神上担负全家的不顺遂。这个内在幽怨的角色，由郑元畅担任是处处亮点，生活化的演出，深藏流动的哀愁。刚刚从台下走上来，大概花了二十几秒钟的时间吧。我比较喊慢，慢慢走，走了二十一年，慢慢的也走上来了。谢谢金钟奖评审，谢谢有生之年，心如、小任导演、阿如导演、小杜哥、戴尼克、TVBS， 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们、演员们。我特别要谢谢我在戏里面的家人。谢祥哥、妹姐、康仁、哲熙、志友、展荣，你们让高嘉阳这个角色更完整，并且有爱的活在观众心中，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温度的郑元畅。我要谢谢我第一部戏的制作人胖哥、贵哥，还有第一部戏的导演，也是我表演的启蒙导师曲导，
还有一路以来合作过的伙伴们，今天很多人都在现场，谢谢你们，有与你们的相遇才有今天的我。我要谢谢我的团队安利 Vivi Momo， 还有我的造型团队可以让我今天人模人样帅气的站在这里，谢谢一路支持我的粉丝。最后我想要说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，我要谢谢在我生活中有一群很可爱、贴心、理解、包容、爱我的家人们、朋友们，谢谢你们让我成为你们生活中的最佳男配角。谢谢观众，谢谢。